这段影片要简单和大家分享如何清除你的 Facebook 账外动态浏览记录，也就是你在 Facebook 账外与商家或组织粉丝团分享的有关你的互动资讯。目前这个功能还不是每个 Facebook 用户都有，没有的话请去更新 Facebook APP 看看。首先开启 Facebook， 点击右下角的 Facebook 图标，然后选择设定与隐私，然后点击设定，然后往下滑到你的 Facebook 资讯，就能看到你的 Facebook 账外动态，你可以查看或是删除。你在这边就可以清除你与你的 Facebook 账号与账外动态的记录连结，点击他就会问你要不要清除你的 Facebook 账外浏览动态记录，那进一步保护你的隐私，你可以选择清除，或是都可以，或是下载也可以。